主料韭黄234克，基围虾263克，辅料潮汕极品鱼露，食盐，菜籽油。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食材韭黄，食材基围虾，将韭黄冲洗一遍，然后浸泡30分钟，将虾剥壳，把虾壳放入汤锅中，下适量的食盐，拌匀，腌制虾仁，时间长短由自己口味而定。浸泡好的韭黄再洗净两遍，用厨房剪刀剪成段，沥干，热锅下适量的菜籽油，煎到油冒烟，倒下虾仁，快炒至熟，捞起，待用原油锅倒入适量的菜籽油，放火热油锅，倒入韭黄，倒入适量的潮汕极品鱼露，快炒拌匀，一变软，激关火，上碟摆盘后就可美美享受一番啦。嘻嘻，烹饪技巧：韭黄一变软即可关火，炒的时间不宜过长哦。嘻嘻，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